大家好，我是黄聪宁医师。我相信很多人认识我，跟我结上缘分，是因为这本书《轻松当爸妈，孩子更健康》。这本书九年来已经陪伴了超过120,000个家庭，度过每一个孩子生病的夜晚。当爸爸妈妈看到孩子生病的时候，书翻一翻，心里就笃定了，可以不用着急跑急诊，明天再去看医生就可以了。这本书里面的内容也让很多的父母亲可以对医学的常识更加了解，在跟医生沟通的过程更顺畅，也可以比较明确地告诉医生我担忧的是什么，还有我的孩子目前的状况是什么。这九年来其实医学不断在进步，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也做了很多小的翻修，但这一次2019年的增订版，我大大的把这些内容从婴儿期一直到青春期都有根据最新的医学报道跟知识来做一个总整理。比如说从小婴儿时期，我们的这个血管瘤的治疗有一个黄金时期是什么呢？我在里面有跟大家提到要及早的来治疗。疫苗政策大改变，有好多疫苗都变成公费，甚至连流感疫苗都要变市价的疫苗了，为什么呢？到底对我们孩子有什么好处呢？在这书里面你也可以得到答案。另外还有大家所关心的副食品该怎么吃，其实大家应该了解，现在新的副食品观念已经跟10年前完全不同了。怎么样让孩子吃得健康，减少过敏，还有让他的营养更均衡呢？在书里面我也有教大家。最后也在很多爸爸妈妈关心的性早熟的话题啊、近视的话题啊等等，这些从0岁到18岁该担心该注意的内容都在这本增订版当中。相信接下来的10年，这本书还是可以成为每一个家庭里面最好的工具书哦。